男子在场，那男子呢？头部有撕裂伤，以及背部呢有刀伤，我们立即送医治疗。经过初步的了解，双方疑似在日前哦有发生口角冲突，所以呢在今天爆发了冲突。那警方呢目前将持续的追缉其他的犯嫌到案了。全案将依三人未遂、聚众斗殴等罪嫌哦移送侦办，并且哦有群聚事实。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移送卫生局裁罚。